我也曾永远沉沦在过我的阴影，我放放心，再次发现，随着变化重生。在这梦湖的天地，他们应该听不见呢。皇上听不见，那不就远点了吗？你们找到也不行。弟兄姊妹，教会那边的那个没有声音。丽莎，你再通知他们一下。
神就永远经纶意象，定住我心中每个方向，光照我，使我灵里发旺，更刚强，好磨成基督荣耀形象，生命中作王，将圣城撒龙带到地上。好，那我们剩下的时间，我们总督先弟兄带我们进到这个景点啊，是感谢主，我们从这一周开始，再重新有这个第三堂，恢复第三堂的啊《列王记》和《历代志》的圣经之旅。嗯，现在我们到了哪里了呢？那我回去看一下哈，我们现在是到了第六个景了，一共有十二个景点。《列王记》跟《历代志》是做什么呢？事实上，主要是记载以色列和犹大的君王。为什么记载这一个？刚才我们唱的诗歌，神是要我们在生命中作王。我们每一位被拣选的，不仅是得生命，而且还要代表他在权柄上成为他的代表，在生命中作王。我们前面一堂讲的，你看我们大家的分享，我们是器皿，器皿是把他接受进来，做我们的生命，做我们的宝贝，做我们的内容，有了他进来，那我们就自然而然有了另外一面，也就是创世纪他一开始所讲的，第一次提到人的时候就讲到，我们有神的形象和样式，是因为要盛装他，有他的形象和样式，目的是要把他装进来，正好装进来，那装进来呢，也正好能够把他彰显出来，因为我们有他的形象和样式。那这是一面，在生命上一面。那立刻他的一章二十六节第一次提到的时候，创世纪他就提到使他们管理，这就是做王的一面，人这两面。所以人是尊贵的，因为我们能够是代表神去做王管理，人是荣耀的，因为我们能够彰显荣耀的神。所以不要小看我们自己，我们是尊贵荣耀的。那历代志、列王记，它是集中在堕亡的这一面。那我们现在就继续往下看。在看之前呢，稍微回顾一下我们所看过的第一个君王是谁呢？是叫扫罗，我们不进去了啊。第二个呢是大卫，第三个是谁？所罗门。所罗门。那这三个呢是整个南北，北边叫以色列，南边叫犹大，整个以色列合起来的共同的君王。那现在呢我们就进到这一站，这一站是讲了两个人，一个叫罗伯安，一个叫耶罗伯安。这两个名字弟兄姊妹多数可能不是很熟悉。罗伯安就是所罗门的儿子，他继续他的父亲做王。耶罗伯安是所罗门的仆人啊，他是也是一个蒙神拣选的人。那他是在北方以色列十个支派，神拣选他来做王。这是神的计划，是做王啊哈，在这里还是一个国家，只是分南北啊哈。但是我们说罗伯安与耶罗伯安事实上是开始了什么？开始了分裂。那我说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就看这两个人呢，是看他为什么会分裂，不是因为神不拣选他们，乃是有另外的原因。这一个就是成为我们的一个见解。Amen, 好，我们往下看，先看这个耶罗伯安，就是北方的这一个王。北方的这个王是所罗门的仆人，他是蒙神选立的。列王记他就记载所罗门的臣仆啊，这个耶罗伯安，事实上他出身呢也是蛮卑微的，母亲是个寡妇，但是神赐他才能，罗伯安是一个有才能的人，而且这少年人呢也殷勤，说在人里边是一个很不错的器皿。那神呢也的确是把这个托付给他。以色列一共十二个支派，那神呢就借着伸言者对他说，我必将国从所罗门手里夺去，因为所罗门背离神，将十个支派赐给你。这是神亲口给他对他说的呀，借着伸言者，是神所拣选的，神所立定的，
不是他自己篡权的啊，那后边有许多是篡权的，嗯，并且神应许呢，我呢向啊，我呢与你同在，为你建造稳固的家，像我为大卫所建造的前面那个君王啊，神所喜爱的那个君王一样，我也将以色列赐给你。你看这多么确定的清楚的话呀，这是蒙神选立这一面。但是呢，他却是被弃绝，为什么呢？被动，啊，这个到王上十四章的时候呢，就特别的清楚的记出来，告诉他呢，神呢又去对这个被盗的人说话呀。如果神直接弃绝他的话，不需要跟他讲话呀，跟他讲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。我从民中将你高举啊，你的确是一个卑微的人啊，立你做我民以色列的领袖，将国从大卫家撕去赐给你，你却不像我仆人大卫那样遵守我的诫命，全心跟从我，只行我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反倒行恶，甚至是比那些在你以先的更甚，又去为自己造了别神，铸了偶像，惹我发怒，将我丢在背后。然后下面就讲了这些话，我们也不太想念了。神真的是没办法呀。第十一节他说，凡属耶罗伯安的人，死在城中的必被狗吃，死在田野的必被空中的鸟吃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不是报仇，甚至也不是定罪啊，他把自己连完全连于偶像，他把偶像的结局成为他的结局啊！他住偶像还不是住了一个，住了两个偶像啊，一个放在北边，一个放在南边。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一段，他为什么被盗？弃绝是因为他被盗，他为什么被盗？被盗的内在的原因。耶罗伯安他心里说，神赐他啊，赐他以色列让他管理，但是他心里说什么呢？现在这国要归大卫家了，南方不是还有犹大吗？敬拜的中心在哪里呢？在南边那个耶路撒冷啊。然后他心里就想，如果我北方的这些民如果到南方去敬拜的，这是神所拣选的唯一的敬拜中心，好将神的民呢能够团成一个神的国度。结果呢，他不是为神着想，他乃是什么？为自己着想，心里说，那就归他了，不归我了，世界上都是归神呐。那他说呢，这民若上去，在耶路撒冷耶和华殿里献祭，他们的心必归向他们的主耶。他们的犹大王罗伯安，他们必把我杀了，回到犹大王罗伯安那里去啊！你看他想的是什么呢？神赐给他，神的话在那里坚定在天，真的也赐给他这个王位，他竟然这样想哎！神的话在哪里啊？神不能保守他吗？然后他就做了两只金牛犊。然后对众民说，多可怕呀，以色列人呐，你们上耶路撒冷去实在是难，从北边到南边去啊，实在是难。你看他说的还挺让人觉得挺体谅人的，市场是为了他自己。谁难道不知道从北边下里多少距离吗？但是一再的讲，你们一年要三次啊，带着全家老小赶着牛羊啊，要到耶路撒冷来啊，谁难道不知道吗？你看他竟然说的好像比谁还好听。说看呐、啊，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地的神呐、啊，直接把偶像摆在那里顶替神呐、啊。那你看他一直放在但是对北边，一直放在那个伯特利，哎，伯特利是神的家的意思啊，竟然是放上偶像来顶替神呐、啊，哎。并且呢，他还造了秋坛。一会儿我们看这两件事情，就是他内在的原因，一个是造了金牛犊，一个是秋坛。那继续，什么是被盗？
背道的意思啊，就是离开神的道路，在敬拜神的掩饰下为自己做事。你看他造金牛犊啊，他不是外边好像是造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偶像，在以色列人眼里看那个牛犊呀，啊，他真的是就在他们眼里看跟神差不多。为什么呢？那个神在以色列那个原文里边呢是 El， 那个 El 第一个字母呢实际上是那个就是希伯来文里边的第一个字母。神的名字、人的名字都是那个字母开始的。你看神跟人是真是像的。那个字母呢是什么意思呢？是一个牛头，要是象形的话，就是表示力量，表示那个大能。牛呢也是中性的，表示信实。所以呢，圣经里第一次出现神的名字的时候呢，叫以罗心。以罗心呢，就是那个意思，就是信实的大能者。所以他们造偶像的时候呢，造别的偶像那是敬拜别的神。他们造金牛犊的时候呢，亚伦也是造金牛犊，他乃是呢让人觉得是在敬拜神。事实上呢，那典型的是一个偶像，他不是神。所以这个呢就是背道，背道呢他还是想敬拜神，在敬拜神的掩饰之下来为自己做事。这个是神所很深恶痛绝的。因为他欺骗人，好像在敬拜神。所以呢，这是指那个金牛犊，他为什么造这个呢？那刚才看得很清楚了，他是因为野心，怕他失去了他自己的国。那申命记里面就清楚的讲了，就是啊，你要谨慎啊，不可在你所看见的各地方献上燔祭啊。他结果呢，放在一个蛋，放在一个伯特利，应该去唯一的那个地方。就是耶路撒冷，结果呢，他把神的子民呢完全引离这个地方，拜这个偶像，啊，他说唯独耶和华从你的一个支派中所拣选、所选择的地方，你要在那里献上燔祭啊！你知道这句话重复多少次？就是在那里啊，就是那个耶路撒冷啊，神看重神子民的合一啊，那他这个因为他自己的野心，就把国给分裂了。那第二个事情呢，被盗的原因是他的秋坛。秋坛是什么东西啊？秋坛就是那个高地的意思，他在高地上呢，就是一个高举一个东西。你想想，他见到秋坛是高举什么？表面上是我要献祭给神，事实上高举的是神以外的东西，那不是神，这将是高举他自己的一个东西，好像人到这里来而不去应该去的地方。那这个是可怕的，那这个呢是高举基督以外的东西呢带进来的就是分裂，所以以色列国的分裂就从这里上拉开了。对，那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啊，你想一想啊，这两件事情是要带我堕落人的血轮里边。我们不是不想要神，我们人人都想要神，只要是个人，他无论认识神还是不认识神，他都想要这个神，但是呢他不知道真神是什么。他以为他的我们的能力啊，我们的工作呀、啊，我们所信靠的人呐、啊，如何如何这些东西呢？实际上都是金牛犊。这个是不仅他不能够帮我们，还是让我们成了神所弃绝的。那这个呀、啊，就是需要主啊来怜悯我们，把我们带回到真正的把一切都分赐给我们的这位主的身上啊。那个秋坛是秋坛，那是高举这个基督以外的东西。你想想，我们高举很多基督以外的东西啊！哎呀，高举，您看我是哪里人呢？好像我是上海人呐，我是北京人呐，啊，对不起，我没有说说是，只是打个比方，好像就觉得我比别的地方呢好像要高一点呢。你不知不觉会有那些感觉啊，真的是啊，哎，我能够做什么呀？哈、啊，我学什么呀？我在哪个公司里上班，人里边呢，这里边是隐隐约约有这些东西，这些东西都叫秋坛。你高举一个基督以外的东西、啊、你想一想，你老强调，哎呀，你看他在一起吃个饭的时候，你老谈你的 Google 你的 Apple 里边的东西，那我也不太懂的话，那我不觉得就是跟你就你就跟我不就分了吗？你就高举了另外一个东西吗？是，我们都是在基督在神里面是一啊，不是吗？其实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里面的，但是我们是王啊，
这个呢，就给我们看见了，就是神成全我们，训练我们。我们一旦有这些感觉的时候呢，我们快点，主啊，你是我们根，你是我们的中心呐、啊。Amen. 我们不愿意留在被盗的这个路上啊。Amen. 好，那这是那个罗伯安，那这是那个耶罗伯安，刚才的哈，我们再看那个罗伯安啊，那个罗伯安呢，他也是，当然了，他是所罗门的儿子啊，他也是做王治理犹大和便雅悯，就南边的这两个支派是神所选立的。那他呢，你看他非常的好，在这一面上他呢是站在正确的立场上，他在耶路撒冷啊，哎，圣殿地在那里啊，那并且持守神话语中基要的信仰，这一点是肯定的。你看，所以呢这个神也确实祝福他，那历代志呢就特别记载他，他住在耶路撒冷，这句话很重要啊。嗯、我们在哪里很重要啊？阿、嗯、门、嗯。在犹大地呢，修筑城邑作为保障。为什么在哪里很重要呢？在那个地方，你在那里，你就是成为神所祝福的。更重要的呢，你在那里就成为彰显神的。阿、嗯、门。真的是那样啊，不在于我们的光景啊，很多时候啊是怎样怎样，我们的光景会上上下下。但是你是这个家里的孩子，你就是这个家里的孩子，不是因为你光景好一点你是这个家里的孩子，光景有时候不好你就不是这个家里的孩子，你就不姓刘了，不是的。我们呢是应该就是在耶路撒冷，是吧，在那里神就能够指的这个地方有我的名，这是神所要的。那耶路撒冷是神所选定啊，命定设立的。你看他站定了立场，就有人啊来啊，吸引了祭司、利未人和各支派人，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的人到耶路撒冷。你看呢、啊、他从四境啊，以色列的祭司和利未人从四境来归罗伯安到南边来啊，包括北边呢、啊、北边的人也下来了。你看这多么大的祝福啊，以色列各支派中凡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，寻求以色列耶和华以色列神的，都随从利未人呐、啊，来到耶路撒冷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献祭。哎，记得耶罗伯安在北边就怕这个事情发生，对不对啊？自己哈，神的心意，人是有多数寻求神的人呐、啊，他都会响应的。我宁愿离开我的家，我也不愿意住在拜偶像的地方。你看他寻求神的人，真的到哪边去了？哈妹，这是神的祝福。哎，但是呢他也是很可怜，他竟然遭了埃及王的击败，就是南方的那个王埃及来抢夺。这个事情为什么发生呢？事实上不是因为埃及王啊好像强大了，那是人的历史，他不知道背后为什么是这样发生。埃及之所以能够上来攻击他所罗门的时候，那时候全地都来，就连到非洲的你看都来找所罗门，对不对啊？为什么现在突然出现这个事情呢？是因为罗伯安的国坚立强盛的时候呢，他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，离弃神，离弃神的话。你看，你说要神怎么做呀？有的时候你看，我不给你祝福不行，对吧？我一定要把祝福给你，你才能够更新变化成为我。我给你了呢，你看了你就远离。你说是不是我们的情形啊？有事的时候我们怨神不给，没事的时候呢我们又不想神，离弃神。但是神呢、啊、真的是有怜悯有恩典，对，真的是有怜悯，就连这个时候都看得出来。因为他这样离弃耶和华呢，结果呢那埃及王呢就上来攻打耶路撒冷。你看这个因果关系啊，神就是说的那么清楚啊。那结果呢他也被击败，也被抢夺。那但是呢神呢还是怜悯他呀，怜悯我们呢，我们都是这样软弱犯错，神没有弃绝我们，他是怜悯他呢，就跟他讲啊，是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呀，所以我也离弃你们呢，把你们交在这个埃及王那个手中啊。但是呢你看啊，于是以色列的众首领和王都自卑地说耶和华是公义的，王自卑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从他转消，不将他们灭尽呐、啊。
并且在犹大中间也有善意的事啊。这不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一定要回转呢、啊、一定要在平常的事中敞开呀、啊。因为神他不是以定罪我们为喜乐的神呐、啊。你是一个父母都不会定罪孩子，对不对啊？他是神呐、啊、他就是爱呀、啊。我们一向他回转，你看着他就怒气就转消啊。嗯，他不仅是 forgive 而且 forget。嗯，希伯来要书里就在讲，这就是我们的神啊，阿们。那这罗伯安就经历这一个，那他深处的一个隐藏的东西呢，这个是我们更深处要学习的，这个是可怕的。就跟耶罗伯安一样，他呢也是建立自己的国，不是建立神的国啊！你看这个，他呢，从这件事情能看出来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呢，他立他的自己的这个孩子呢为太子，来接续他做王。下面谁做王呢？是在神的手里啊，不是他在这里是我把我这个家族成为我家族的一个王国了，不是的。他第二件事情呢，把他其他的那些孩子呢，你看分散在不同的地方，安插在他这个重要的地方，你可见他在那做什么？搞自己的是小王国，对，这个呢是他是要代表神啊，来建立神的国。结果呢，他建立自己的国，跟北方的罗伯安是耶罗伯安是一样的。结果这样的呢，这就是他的结论：罗伯安行恶，因他不立定心意寻求耶和华，不是神不立他，不是神不怜悯他，但是呢，他就是相当于立定心意不寻求耶和华。嗯，好了，这个是这两个王，这两个王呢，简单的看呢，一个很简单的、很深的一个生命的功课。耶罗伯安和罗伯安，这是个分裂的开始。其实讲他们都是神所立的王，然而呢，耶罗伯安北方那个是有这个野心，罗伯安呢，他有隐藏的罪，他也是神也怜悯他，都是，但他隐藏的罪。这个隐藏的罪呢，都是为了建立自己的国呀。神有警告，神也怜悯，但是呢，没有除去野心和罪啊。我们这个人呢，结果呢，就是被神弃绝，不能够做王。神呢，是要我们的生命中做王啊。对，那这个事情是怎么出来的呢？神的话在这里清清楚楚的，所以这句话呢，我们一起念一下就结束这个啊。不要受逼迫，神是施恩不得的，因为人种的是什么，受的也是什么。为着自己的肉体撒种的，必从肉体受败坏；为着那灵撒种的，必从那灵受永远的生命。说我们平常的生活呀，事实上是个撒种啊。我们撒进去的是什么，我们真的就是会收什么啊。我们平时对孩子所说的话，平时对弟兄姊妹所说的话啊，包括我们的一个脸色，我们心里所想的这些事情啊，都是种子。我们不要以为好像这个是无所谓，是有所谓的。那个东西是一个种子，它会长的。好种的会长好的，坏种的会长坏的。我们都是被神所选所立做王的人，那我们呢，盼望是成为啊，在生命中做王的人。对，这是神对我们这样的盼望。那这个呢，是一个日常生活的操练。他们这两个王都不是多了一天王，都不是一天两天的，都是这样长出来的。圣经回出来呢，把这个呢内涵呢清清楚楚给我们说出来。所以我们呢就过一个像神的一个生活，哎，要我们呢，你就想一想，我们每说的每一句话，圣经说的很清楚，我都要说第二次。到那一日的时候呢，我们所说的都要再重新供出来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即使知道那一天了呢，我们何苦呢？我们就是今天呢，我们一切的话，包括夫妻之间啊，在这个卧房里面所说的话，都能够拿在那日光中啊，都能摆得出来啊。我们跟弟兄姊妹一些交通啊，都能够在光中，而不是说呀，好像哎呀，我们两个好啊，我们有些话呀，我们就好像是说说东说说西哈、啊，说说哪一位弟兄，说说哪一个事情，不要这样，这些都会被供出来的，神都知道啊。那我们呢，就是一切的我们的这些，我们这个人呢是个撒种啊，每天、啊。
一切的一切都要神来经过，我们所做的，我们所想的这一切呢，都能够摆在光中，那我们就真的是一个在生命中作王的人，因为神呢、啊，在我们身上有路，他的供应进来了，他的权柄从我们身上就出来了。感谢主啊！阿门。好，阿门。阿门。主耶稣，阿门。主耶稣，阿门。哦，主耶稣，谢谢你，阿门。拣选我们，阿门。立定我们是作王，主啊，是我们学习活在你面前，主啊，是学习向着你撒种。